言一切法者，即四十八愿之法，为庄严净土法，摄取众生法，庄严化身法等等，亦为法藏四十八愿悉皆圆满，愿中所摄一切之法，悉皆圆融无碍，成就世间自在王的果据，故曰一切自在王。这一段话我们要多念几遍。时时刻刻的让他来提醒我们。彭济清居士的话讲得要非常之好。以无量心，发无量愿，起无量心，说的话简单明了，无不夜夜称真如法界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也就是与自信心的圆满相应。众生无量啊，国土无量啊，菩萨随顺众生，经不可说不可说，诺有他解，入不可说不可说，恒河沙佛土，现以无量形骸而言尽之。是庄严佛国土，首先要知道众生无量，国土无量，菩萨所在之处现以无量形骸而言尽之，言是庄严，尽是清净，这太伟大了。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，菩萨示现在你干什么？庄严佛土，净化人心啊，心净则国土净啊。那么庄严净这个佛陀的方法，世尊在世完全表演给我们看了，不是短时间的表演，49年的表演啊，身心研究身心庄严言语的教诲，49年如一日，没有中断过。与明文力量毫不干涉，
一生为我们实现的清净心、清净身、清净意，勤苦教学，没有要人对他尊敬，没有邀请人对他供养，一生没有收过一个学生的学费，他也没有付出，因为他们生活的方式是徒步。与社会、与众生，无取无舍。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样子，这是菩萨行啊，圣行啊，只有圣人才做得到。凡夫起心动念是厉害，与我有利的事情我就干，与我没有利的事情不干，与我有害的事情更不会干。我们从世尊一生行仪当中细心去观察，人会开悟啊，会升起智慧。